来，张嘴。啊啊！赵虎，你给我说清楚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去哪？不是说待会去接阿虎放学吗？妈，明天吃饭，吃完饭咱再去。你给我松开！你干嘛把这个累赘接出来呀、啊？累赘啊！你现在连妈都不会喊了是吧？我妈把我从小养到大，也没有说我是累赘啊。现在只不过她年龄大了，不认人不认路，在你眼里就成了累赘啊！行行行，你爱怎么说怎么说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妈，你怎么给我接出来的？怎么给我送回去？薄荷，我妈在家住的好好的。谁让你把他送进养老院的？我弟要来上学，家里住不下了都。再说了，这养老院多好呀，有人照顾他，也不会乱跑。你知不知道这警察把我电话都打爆了？别跟我扯别的，你弟是来上学还是来旅游的？学校不能住吗？还有，我让你陪我妈散步，你跑去逛街，把我妈弄丢了，你好意思说？信不信，我明天就把你卡停了。你敢，赵虎，你别忘了，当初结婚的时候，你可是许诺要让我幸福一辈子的，现在全毁了。我答应你的，我没做到吗？像你大多数女人，你既不用工作，也没有压力，每天就是买买东西，逛逛街，还不够幸福的？谁跟你说我没有工作了？和朋友喝酒打麻将就是你的工作吗？我身为你的丈夫，就算我平时再怎么忙，我都会抽时间去陪陪你爸妈。你作为我的妻子，这些该做的事你都做了吗？你也不看看你妈那样，照顾起来都麻烦死了。麻烦？洗衣做饭有保姆，我就是让你每天陪我妈聊聊天，散散步，没有多麻烦。妈，我吃完了，走吧，阿虎等久了，要着急的。我不管。你要么把他送回养老院，要么咱们就离婚。我妈劳累了一辈子，她的结局不该是在养老院里面孤独终老，而是该在我身边颐养天年。你是要跟我离婚吗？离！把爱全给了我，把世界给了我。